哦，第一次里面，一般有十几万人在上一次的比赛，所以那时候也是开始有点代表性的发言人，以及一些中国乐队，我感觉听到现在，黄宇又是有刚才不一样，黄宇，因为他们这个乐队现在可以说是在这个的黑幕下，十几万人在上一次。就是那真的开始，因为估计，第一次那个，那就应该是一个。